主料，鸡蛋三个，辅料，蒜、酱油、醋、麻汁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蛋先用水煮熟，晾凉，蒜去皮，然后敲成粉泥的肉，鸡蛋剥掉壳，鸡蛋切成小瓣，蒜泥里面倒上醋、酱油、麻汁，搅匀，将料汁浇在切好的鸡蛋上，鸡蛋拌蒜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，因为是小孩子吃，蒜不必放太多，酱油本身就咸，可以不必放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